放开我！为大清王子的身份命令你们，放开我！我是赵人，不受秦命，你必须走。我不，今儿一日危险，我一日也不离开。千公主，我们自毁相救，你的安危关乎天下大局。既是关乎天下大局，郑就更不能离开了。你是想让我效仿公子盘，再给你一棍吗？你敢！今日你要是敢敲我！ 明日我便举大秦之力灭你赵国。你看我敢不敢？连晋，他为了千公主封，你怎么也跟着封？我要救庆儿，我要救庆儿！哎，萧乐高，我要救庆儿，求求你让我去救他吧，他不能死。现在三晋合一，共同抗秦。三个时辰之后，他们会在宫前行刑，到时候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结盟。你走与不走又有什么区别？那我就到魏王宫前，将他们的阴谋公之于众，让天下。这里是魏国。 百姓都是魏国的人，谁会听你秦国质子的话？你去了之后，他们正好把你杀了。我若不去，倩儿必然会死，她不能死，我要去救她。倩儿，倩儿，倩儿，她现在是我老婆，你们这些人真能折腾，当大王的折腾，当君侯的折腾，当质子的你也折腾，她是我老婆，我能不去救她吗？你走还是不走？不走。 公子师傅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走还是不走？不。秦俊，哎，一会儿驾车把他送到秦国，遇到什么事情只管往秦国跑，记住，他要是再醒来，就把他再打晕。好的，公子师傅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最信守承诺了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我今天如果……好了，知道了。这事儿交给你了。你真的不让质子正去啊？不让。可若他在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大不了便拿他去换星云和倩公主。可若他不在，难道你已做好了牺牲星云和倩公主的准备？坐吧，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我不明白，这质子正于你而言就这么重要吗？重要。当然重要了。如果跟你说我是被逼的，就算有天我死了，也要让他登基，你信吗？难道你是秦国人？我才不是什么秦国人呢。算了，和你说这么多你也不会懂。不过星云和倩儿，我一定会救出来的。这质子啊。我可告诉你他的重要性，他影响着整个天下。可是对于质子正而言，公主才是他的天下。你能救爱人，为什么他不能呢？你把拯救天下的任务强加于他，却偷换了他的挚爱。就算他得到了一切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自从我和倩儿结婚那天起，他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。你们男人还真是一般无二，只要说到女人，都这么自私。自私点好啊，我也想自己自私点，这样的话就什么都想着自己，什么都顾着自己，不用去管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。管他天下是谁的，管他谁来做秦王，谁来做相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项少龙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的一句话？你说过
不管有过何种经历，只要眼睛还长在额前，我们就得往前看。诸位，今日便是吾等万世功业开创之初，我大魏百年基业由此开启。百年基业由此开启，出发。只要公主在，质子一定不会离开，加上星云也在，项少龙一定会自投罗网。你们说本侯说的对吗？你休想！你想要抓项大哥，你做梦！哼，信陵君要把犯人处死在皇宫外。哎，那不是赵国公主吗？还有那个，那是邹衍邹先生吧？别说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哎呦，要变天了。玉，在两个时辰不到，智子已经醒了三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未到秦地就要被我打死了。你想干嘛？把木棍给我，让我把你打晕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，给了你还要打我。你不给我，我拿什么打你啊？拳头啊，比那木棍还要硬哦。不给，就是不给。你想要，你自己去拿。这。耶！哈，智子，等等我！驾！别跑！玉，侯爷，不好了！东吕子发现龙阳军从城外调动了军队进城。怎么可能？虎符一直在本君身上，难道虎符是假的？这该如何是好？项少龙忌惮的是我们手中的倩公主和星云，而龙阳君他只在乎着魏王。如果他调动军队前来，信陵君，我刚刚想起来有件事情要做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巨鹿侯，事情尚未到无法挽回的地步，你这样一走，三晋合一之事现在兵临城下，信陵君，你还有什么良策？如今这个局面是我韩某无法分配。走，韩兄弟，这走。好一个巨鹿侯，好一个平山侯啊！说好的共进退，如今却要各自飞。道不同，难以为谋。成大事，本君一人足矣。驾！玉，玉。韩公子呢？刚才我也在找，韩公子不见了。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
快去找。是是，叫叫叫叫叫。君上现在正受奸人蒙蔽，众将士随本君秦王救驾。向大哥千万不要来，希望质子正也不要回头。报告大人，崔少不见了。找，翻遍整个王宫，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诺。来人，把那两个丫头给我吊在城楼上。诺。下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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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快点，快，快走，走。信陵君，你如此对待赵国公主，你就不怕大赵的战火吗？纵使七国国君旗帜又如何？本君倒要看看，今日谁能阻我？嗯，走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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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要去救他们。公子们，冷静点，我们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嬴政，项少龙，今日你们若不出现，我便让他们血溅大梁。等一下，公子们，质子。嬴政在此，够胆识。嗯，别动！你们，这莽虎他怎么来了？是。废话，当然是来救公主的。质子怎么又来添乱了？哎，我师父呢？他怎么没来？驾！驾！御。信陵君，既然你要找我，找一个人告诉我就行，为什么要折磨两个女孩？果然是有情有义啊，你还真敢来这儿，给我围了。快，快，快，闪开！师父，公子。陵君，怎么办？不是让你去送质子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质子他自己跑了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师父，咱们怎么办？等龙阳君，卢少。先想办法救下公主和星云。对，是。聊什么呢？哼，项少龙，本君可以放人，但公主和星云，二者你只能选其一。要救谁，你来定。少龙，救公主。两个我都救。那要看你在什么处境了。给我绑了！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救倩儿。梁君，小心星云和公主，保护好星云和赵倩公主。你想好了没？救星云，我的命是星云给的，救星云。项少龙，
你不要以为没了你我就逃不出去。我早就看你们夫妻俩不顺眼了，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一样会杀了你的。青云，本君倒要看看你如何救两个。青云君，少龙，我输了，我求你放过他们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本君今日已无退路，你跪我有何用？青云，你还是来了。我当然回来了。娟儿，娟儿，娟儿，医生，医生啊，快叫医生过来，快点啊，娟儿，信陵君，我杀了你。陈英，我之前说过会给你机会，让你手刃仇人。今日便是两金。想不到你信陵君也会有今天，看来你是见不到我魏国兴盛的那一天了。大魏已亡，信陵君已死。降者不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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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者不杀。
知道你难过，但是现在公主已经红尸，你给我醒醒，你要给她报仇啊！你别喝了，她是为了救我而死的，救我而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能娶你，是向大哥三生的福分。这辈子，你都是我的妻子，我都是你的夫君。那吴廷芳和星云呢？在你眼里，你就只有公主，其他人什么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向少龙，你混蛋！走吧，向大哥，这儿冷，我们回去。他可以不救我的，他可以不救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不救我的，让我去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别动我！真的愿意，绝不后悔。啊，你是元宗的后人，按理应该叫我一声爷爷。既然拜我为师，我就要竭尽全力的救你性命，教你阴阳五行大德之术，此法乃是辅佐帝王之术。可是啊，你要跟我学习，就要断情弃爱，舍小爱者，方能有大智慧呀。师父，星云愿意追随您修习，断情。
向大哥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与邹先生有约，拜他为师，修习武德之术。天高云阔，有缘再见。遇见向大哥，星云三生有幸。从今往后，恐怕星云无法兑现当初和向大哥立下的誓言。向大哥有大人在肩，务必保重身体。望向大哥万事顺利，星云敬上。师父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去草本之国九夷。我那儿有个老友，名叫余雅子，他比为师更精通医术，对你的病症也许有些帮助啊。一切听从师父安排。好。待九夷之后，你可愿意随为师去咸阳啊？咸阳？我夜观天象，秦国必有大变，为师是不得不去啊。师父去哪儿，徒儿自当跟随。日后反悔，可不要找为师诉苦啊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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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侯爷，信陵君已死，龙阳君官复原职，属下已与韩国联系，平山侯说不日便会与侯爷详叙，在官鲁公密录。去把公子叫过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公子昨夜又跑了一次，不过当时已被追回。可是公子如今他。他怎么了？他又跑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接下来，我打算回一趟赵国，再去其他国家统一墨门。公子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现在公子师父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公子盘应该是被巨鹿侯抓回了赵国。哎，公子师父，你去哪儿？赵星云。哎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大概这么高？没有没有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大概这么高，身边跟着一位老者？没有没有。你看看她那个样子，再这样下去肯定出事。不如将公子师父捆了，喂成水米，如何？他曾答应元宗师父要照顾好星云的，如今星云伤还没好，这万一要是出点事情，那我们帮他找找吧。喂，有没有见过星云啊？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那星云一定是故意躲起来的，你这样能找得到他吗？那怎么办？我就将公子师傅换回来。行了，你看看巨子的样子，
让他继续找吧。啊？或许找着找着，就找着了。哎，你不让我找，又让公子师傅找，那我是找还是不找呢？是。你好多话。嘿，大爷，我们吃碗牛肉面啊！吃什么牛肉面？没出息。公子师傅，我饿了。公子师傅，闭嘴。巨子，你说我们下面该去哪儿？回邯郸。啊，回邯郸？啊，师傅。哦。偌大一个集市，连个卖马的都没有，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一个人也没有啊！哎哎，来人了！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来一份腱子肉，再来一坛好酒。好嘞，您先坐。速度要快啊，本公子不差钱。好嘞。客官，好肉啊，真香！牛肉，您的酒，请慢用。老板娘，本公子要住店。你们赶紧去，准备你们家上好的房间，再给我换一身新衣裳。好嘞，公子，您里边请。右手边第二间，那可是本店最好的房间。眼里有活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本公子可是完全不差。这，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，人终于起了。你看这身板得值不少钱吧？不错不错，抬走吧。哎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把这批人运到九黎去。两个时辰以后出发，王都动乱，正是咱们做买卖的好时候。对了，到了九黎之后，你去找阿满铁匠铺，自会有人接应你。老板娘这五本生意做的可真是妙啊，荣华富贵近在眼前。你是不知道，前些日子，我找那个迷路的赵人买的那个什么十一步断魂茶有多贵。十一步断魂茶，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打开，这都是些何物？蒙汗药、石灰粉、五步逍遥丸、七步断肠散、十一步断魂茶，好精确！你这个王八蛋，见到你我就一头杀了你！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回来！你还想跑？让你跑，让你跑，还跑！你们
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再敢跑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。还敢跑？景俊，景俊，我喊你没听见啊？啊，我问你，最后一个饼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你吃了？哎呀，干嘛呀？一个饼而已。景俊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啊，巨子好几天都没进食了，你是不是想让他饿死在半路啊？哎呀，非也非也，你怎么就知道公子师傅因为不吃一个饼就会饿死？再说了，本来一个饼也吃不饱。你少在那儿胡咧咧，废什么瘾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怪不得你们家公子躲你跟躲瘟神似的呢。是这样的，你这个饼躺在这里，你们都不吃，那就是冥冥中注定让我吃。嗯，这是命运，命运你懂吗？命运是吧？那我现在揍你一顿也是命运。怎样，打架呀？怎么的？啊，打啊！打你？我还怕你啊？啊，你我不敢打你是吧，景俊？啊，公子师傅，叫啊！哎，叫，俊子，公子师傅，都是你，还不追？